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信息，关于真理变得清晰可见。通灵雅恩卡斯尔与扬声大师圣哲曼的对话，第一部分。你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神圣的目的，让真理在地球上为社会所接受，并从地球上消除一切不真实和腐烂的东西。真理风暴，真理铺平了道路，它随处可见，随处盛行。时代的迹象指向真理的风暴，没有什么能够抵挡这种动力，一切都将服从于这种必然性，以便为人类的新时代铺平道路。随着真相的出现，一切都改变了，因为只有这样子，纯洁无瑕神圣的光才能在人心中做拯救的工作。只有这样子，你才能体验到自己是一个神圣的人。只有这样子，世界之间的幔子才变得澄清透明，你和家人们之间才能有活生生的沟通，从存在生活里可以发生。今天我们正在为这一天而努力，你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神圣的目的，让真理在地球上为社会所接受，并从地球上消除所有一切不真实和腐烂的东西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，你们的工作和你们的毅力已经揭示了人类的真实善良和高贵，因为你们变得越来越优秀。越来越多的人们寻求真理，并希望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到真理。不真实、虚假或模棱两可的事物会被识别，并从生活中消除。人们准备好了。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准备发起重大改正，并在必要时彻底重建他们的生活。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他们不再想欺骗自己，他们正在审视自己的内心，并进行必要的治疗。即使与世界人口相比，现在觉醒的人们只是少数，但是在恢复地球上充满光明的基本频率振动方面，他们代表了大多数。这些人的素质胜过任何数量，他们的神圣创造意志和表现力是通过研究自己的主题而被唤醒的。一切都从我们自己开始，从你自己开始，这个教训已经被理解了，所以现在一切都走上了他好的、正确的和治愈的道路。真理之境。黑暗势力散布谎言，谎言像皮肤一样在他们身上生长，除非他们在真理之境里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罪行，否则他们不会屈服。没有人能够永远避免这种反思。你知道，他们也知道时机已经到来。然而，也确实如此，每一个生命都在地球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，直到最后的和弦。在那之前，坚持并掌握与上帝在一起的时间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上帝的号角吹响了终结，新的开始即将来临。生命的时间表已经到达。这意味着爆料将继续快速增加，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得以一睹大局。一切都不再隐藏了。在此过程中，所有可怕的未来场景的威胁开始在你眼前消失。你已经达到了下一个意识水平。今天你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时事。外界已经失去了力量。力量，现在锻炼你的灵魂，你就找到了方向。恐惧越来越消失，对未来的担忧也越来越少。上帝又回到了你的生活中。
确实，人类已经选择了光明的未来，并达到了生命所需要的程度。在外部世界，地球继续旋转，启示的比例越来越大，但内心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完善自己，成为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。这样一来，迄今为止用你的生命能量充实自己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弱，因为在事实面前，他们的谎言和他们自己都站不住脚。真理为人类进入光明铺平了道路，每个人都有一份。真理为人类铺平了道路，因为你们确实受到了无比的荣耀和无比的祝福。因为在你身上，通过你，在你身上，上帝的计划在地球上，并与地球一起实现。第二部分，每个人都很重要，人的精神和灵魂以独特而美妙的方式，为大局做出贡献。每个人都会带来一些东西，而你们每个人就像他现在一样，对于接下来的事情都很重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是圣哲曼大师。圣哲曼和许多其他不具名光之存在扬声大师们现在就在你们中间。当真相占上风，谎言从人心和人类集体意识中被抹去之后，黄金时代就开始了。在这个时间，现在正在你面前慢慢展开，你拥有全部的一部分。当谈到将地球提升到更高的水平，以便人们能够展开他们的意识，并发展他们的心灵品质时，你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。每个人都很重要，人的精神和灵魂以独特而美妙的方式为大局做出贡献。每个人都会带来一些东西，而你们每个人就像他现在一样，对于接下来的事情都很重要。发现，被重新发现，发布或重新发现的伟大发明将重新塑造未来的时代。一，这些治疗方法消除了对所有医疗干预措施的需要，而这在过去常常是必要的。二，能量转移可在几分钟内平衡人体，并在细胞水平上恢复人体，带来彻底的治愈。三，在运动层面，新的视角正在出现。新技术将近乎实时的将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世界的一端带到另一端，并将被介绍给震惊的人类。四，在吸收知识和生成知识方面，你们也面临着真正的飞跃。通过掌握他的思想，新人类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保留和整合难以想象的大量数据。将知识的非语言转移直接转移到人类的意识中。这只是人类生活的三个部分，一旦真理占上风，并且灵性之光接管了地球，他们将发生严重的变化。实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，人类能够将自己视为造物中充满光明和治愈的一部分，并积极承担自己在造物计划中的实际角色。心灵的治愈。因此，治愈你们的心灵是至高无上的戒律。重要的是，今天就在最后几秘，我们要完全致力于这种治疗，直到它变成光明。一，请停止过度提升你的自我意识。二，追求你自己的灵魂计划，不要遵循那些控制这个矩阵的人的生活计划。三，如果旧的生活感觉不对或不一致，振作起来，并结束它。四，不要等待任何事情发生变化，而你的岩柱仍然静止不动并凝固。五，现在就在你的灵性进程中，采取必要的步骤，并完成为你打算的事情。如果你问，
是的，圣哲曼大师，但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会回答，你知道。然而，太多太多的时候，你无意中听到了自己灵魂的声音，却对来自永恒的低语充耳不闻。你现在越快越深刻地推进你的心灵的疗愈，你的心灵已经被许多生命所伤害，我一开始对你所说的话就会变得越明显。当真理传播开来之后，当你在神圣上帝的光中找到医治和恩典之后，光明就会无处不在。相信你的力量，宣称你作为地球上神圣人类的力量，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，你的存在和生成才会发生。在无限的神圣之爱与光中，平和与爱与你们所有人同在。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